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冬天老人家跟小孩洗澡可不能冷到，快用486第二代烘暖机，让你的浴室马上升级，有暖气，免装孔可壁挂可平放，全机防泼水，三秒瞬热又不消耗氧气，浴室房间都可以使用，冬天不再手脚冰冷，请上网搜寻486烘暖机。